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使用邮票，这个邮票上有佛菩萨的形象和佛教有关的文字说明，因为邮票上会盖邮戳，等于物神邮票，不知这一类邮票是否能使用。佛教化众生目的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离苦得乐是从事上讲的啊，那么这也是个果报，果必有因啊。那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就讲得很清楚，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惑颠倒，苦从这来。啊，乐从哪来？乐是从开悟。啊，所以佛一生所做的事业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觉悟呢？用教学。啊，只有开班教学，你听了之后、学了之后，才真的觉悟。啊，所以这是世尊当年在世30岁示现正道啊，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啊，证得无上菩提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从30岁他老人家是79岁走的啊，49年。这个都是实现的啊，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有开班教学的，有单独一两个人向他请教问题，那也是教学的啊。这个我们在特别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啊，问一桩事情佛给他解答啊，经文不长啊，短的还不到100字啊，稍微长一点的200-300字，这样经典很多啊，要问那是一两个人啊，单独是一两桩事情啊，那么大众在一起的呢，这种的形式也非常之多啊，讨论一个问题啊，解释一个问题啊，这种很多的，甚至于非常深奥的问题的时候，那是要很相当长的时间啊。像这个般若经啊，这个是智慧啊，现在一般学术界看它是佛经哲学啊，确实大般若经16会啊，就等于说是前后一共啊16次啊，办这种班的，而且每一次时间都很长啊，不是短时间啊，像华严经40品啊，那也就是四，虽然是讲的大的单元呢，社畜社会啊，可是这个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不完整啊，只有一半，是个残缺不齐的本子。那我们在到中国这些经典经文，你细心观察的7出9会啊，那么总共39品啊，我们现在学习的到底这个贤首人12品啊，每一品就是一个单元，一个单元它有个主题啊，这个主题呢通常都在品题里面显示出来了啊，我们前面学过的进行品啊，
是菩萨的日常生活。啊，你看到处事待人接物，点点滴滴，从早起到晚上睡觉，啊，他们用的是什么心？他们怎样转境界？啊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讲的一句话了：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净心品就是告诉我们，菩萨他怎么转境。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不善的这个境界，这些思想，到他都变成善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应当要学。啊，一部净心品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一句话。啊，你说这句话怎么学？那就是净心品就告诉你，哎，《楞严》上讲的，若能转净，啊不，它叫若能转无，皆通如来。啊，无就是人无啊，确实，净心品里面都是讲的人死无。那么这个，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定法可说，啊，都是利益众生。那么在现前的社会，如果我们要有这些顾忌，啊，邮票上有佛菩萨形象，我们就不能用了，错了，啊，你一样去用，你写信给你的朋友，贴一张邮票上头有佛像。他收到信，看到佛像，一粒眼根永为道种，你就度了他了，他跟佛就有缘了。不要有这些机会呀，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不用他，那你这个你就没有机会呀，让这个收信人种佛的种子，那你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甚至于还有，你想想报纸杂志，啊，有很多佛菩萨形象的，我主张。好啊，报纸虽然看到就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，是有过失，但是他也种了这个学佛的因啊，功过各有报嘛。那以后你这个佛法是金刚种子，你以后有这个缘的话，那是成将来修行正果成佛的真因呢。不能有一点点忌讳把这个因给断掉，那就错了啊！所以我以前早年讲经的时候，我常常勉励同学当中啊，这个经商的啊，那么他们常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看的商业广告啊，广告做的很多，我就劝他，你在广告上加上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这个不要多花钱嘛，还是你这么一个篇幅嘛，还是登你的广告嘛，你上面加这么一句佛号，人家看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一句佛号一念，那你真的度了他，你真的是救了他了，哎，你有没有多花钱？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干？啊，甚至于你这个印上这个佛像、菩萨像都可以，啊，都可以。多少人看到啊？啊，如果我们另外去做一版呢，做宣传的时候要花很多钱，你那个不花钱，你的广告是反正你月月都要用嘛。哎，你就在广告上加个佛像，加个菩萨像，啊，加一个佛菩萨的名号，啊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用心，你就能度很多众生，啊，这个就是功德的事情啊，好事啊。